在音乐中找到更好的自己，有电车管陪伴的日子会发光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安音爸爸说。今天出场的是彭之声的好来周。周老师是我2019年3月在上海站举办安音爸爸音乐沙龙时认识的朋友。当时他负责拍摄全场的视频。现在我们去看当年拍摄的整场的视频，那个主机位就全部是由周老师来掌镜的。彭之声乐团的所有演奏展示的作品也全部是由周老师来掌镜。一个好的团队要有合格的指挥，要有合格的团员，要有能力合格的领奏者，更离不开负责推广宣传的每一位。希望每个团队都能够涌现不同岗位的不同人才，让整个团队变得更加丰富，更加有活力。我们先来听好来周老师的讲述。大家好，我是上海彭之声电声管乐团成员，我叫好来周。电吹管，尤其是罗兰电吹管，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声乐器，它以其独特的音色、多乐器合成的这种形色，在大宗传统乐器当中悄然兴起。它的学习门槛相对比较低，不需要太多复杂的乐理基础，一般音乐爱好者都能够很快的、熟练的掌握电声乐器的设置和使用，这使得电吹管成为了许多音乐爱好者，特别是老年乐器爱好者的首选。我们上海彭之声电声管乐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18年下半年成立的，在区文化和旅游局以及镇政府文教科的指导下，在乐团团长李华一老师就演奏技术的指导下，在乐团指挥陈志昂老师的每周一至两次的乐团排练指导下，经过六年来的不断的努力，乐团成员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了罗兰电吹管的演奏技术，并在各种演出场合中展示了自己的成果。同时乐团还积极组织大家参加社区的各项活动，例如参加社区文化中心举办的新舞台周周演活动，去江西、杭州等地，以当地的电吹管爱好者、电吹管乐团进行技术交流、汇报演出。在2023年、2024年罗兰电吹管晚上展演活动中，我们乐团荣获了个人组、重奏组、合奏组等多项大奖，展现了罗兰电吹管的魅力，也更加提高了大家对学习电吹管的乐趣。电吹管不仅是一种新兴的乐器，还成为了连接不同年龄阶段的乐器爱好者的一个桥梁。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他们都通过学习电吹管找到共同的语言和桥梁，也增加了乐团成员之间的友谊和情感。对我来说，退休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能够实现，是退休后夕阳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件事。有电吹管陪伴的日子会发光，做最好的自己。谢谢。